这两天最热的瓜应该就是杨紫秦俊杰分手了。12日杨紫工作室与秦俊杰工作室一同发布声明，宣布二人分手，趁二人已于近期结束恋人关系，做回朋友，在此过程中无关他人，没有背叛，二人一年多的恋情画下句号。网友也纷纷调侃八月份分手季果然有毒。张一山的微博更是一度沦陷，香蜜粉们则是普天同庆。邓伦也在被赶来的路上哈哈哈哈，并且看了五年前两人发过的糖。香蜜大军更是全部沦为脑补爱情的傻鸟。来来来，一起围观吧，杨紫那时候还是下雪版本。嗨，有个小孩在现场玩手机，邓伦小透明时期的奶伦，赶紧把手机藏起来，杨紫我帮你挡着呢，傻。然后就是一波嬉笑打闹，邓伦说杨紫是他的死敌，小表情超级可爱，你们俩确定不是在撒糖吗？ CP 大军心声，奶伦啊，杨紫欺负起来你都是爱你的形状啊。然后互立 flag， 还是太年轻啊，杨紫我俩不是好朋友。配图，杨紫这世界有他没我。配图，邓伦对老死不相往来。配图，嗯，打脸虽然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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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俩就从了吧。